你不是说这次会告诉我们那个故事的结局吗？那一天女孩偷偷吃药的事情还是被发现了。跟我说清楚这药名和成分，不然我就通报药监局说你违规用药，你在犯罪。你知不知道他前两天试图自杀，这么大的心理波动你竟然没发现？所以咨询师认为是他让女孩的状态有所好转，可是制药师认为如果没有他的药，女孩可能早就不行了。季外是谁的孩子？当然是我的孩子。当年离开我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怀孕了？妈，你回来了。要是我今天没状态，明天打算拿我当自己爸爸的。不是我爸爸，你能知道他是不是真心对你的吗？他如果是真心对你，他当初为什么就走了呢？他现在想跟我们和好，跟你和解，跟我和解，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？不是的，我不是恨他伤害了我，我是恨他伤害了你。顿顿，又犯什么病了？我犯什么病？我问你，你这要离婚吗？摔摔摔！打打打！打到底是你不想过还是我不想过？